我好想你哦。这是干嘛？怎么了，小花？对不起。为什么要对不起？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不能答应我？我已经伤害过他一次了，我不能再伤害他第二次了。所以你拒绝我是因为你不能伤害他第二次，不是你真的比较爱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试过了。我们没有试过。试过了。那不算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结束吧。在说什么，小花？你现在两个人很开心，但是这代表永远吗？你还小，你不懂，小花。我前几天跟他碰过面。啊？梁少成，梁少成，你凭什么这样做啊？我这么做是因为想要确定他能不能够给你幸福。这真的不关你的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跟他碰面之后，我更能够确定他没办法给你幸福，你知道吗，小花？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凭什么这样做啊？小花，我真的跟他已经分手了。我保证在我这边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。我现在觉得好乱哦，我们不要再联络了啦，你走了，你走结婚之前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这几个人都回到。喂，子飞，你是不是有在躲我？我们碰面聊一下好不好？每天放学，你都会陪我一起走这条路，不管你多忙。现在这样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变一样。Thank you.
跟他说清楚了。其实他那天跟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我喜欢的小花，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。而现在的小花，已经不是那个小花。我们都没有退路。我们应该要拿出勇气来面对这件事情啊。我们再试试看嘛。为什么？我们不要再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了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完全不爱我了吗？我爱。那既然爱，就是因为爱，我们才不能把剩下的事情全部都抹掉嘛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再道歉了。其实现在才是我们真正说再见的时候。可以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吗？他是我老公现在的情妇，
我找人调查他，发现你们就在他旁边。段先生，我记得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可是我好像不太记得你。我是陈飞龙的老婆。啊？年轻人，这个社会需要像你们这样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，但是很可惜，社会并不像你们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如果不习惯，可以另谋高就。可是我印象中，陈太太好像没有这么年轻哦。那个老婆早就跟他离婚了，他现在身份证配偶栏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只不过为了顾及陈东的形象，这事没有公开。不过认识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才是他太太。不过我也不在乎这些，只要男人在我的身边就好了。只是心好像不在了。段先生，如果你认识他。我不认识。我会出现在这照片里面纯粹就巧合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什么好帮忙。不是巧合，我觉得是老天爷故意要我来找你帮忙的。我真的帮不上忙，谢谢。你可以，因为只有你不怕我老公。